你现在去牛车水也是卖3给1 free， 我们老板压榨员工，你可以去 MOA 投诉他，卖 three 给 one free， 你可以去投诉他，不用紧，等下他的电话都在上面 ，OK OK， 下次啊帮他 record 啊，明天会更好唱啊 ，B fat 好，或者唱 CK 啊 ，OK OK， 其实你唱得到的啦， 用力一点就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 没有吗，姐姐你这个 key 比较高。 没有啦，你是唱得到的，是要你要不要冲上去而已。因为我在看这歌词，声音有一点冲不上。哎，你是卖罗迪布拉达的是吗？啊，我觉得你讲话蛮会冰来冰去的。没有啦，好啦，他一直唱成，看到你穿到太美了，有美吗？所以语无伦次。是因为等一下你唱完就到我唱了吗？ 对，这个今天这个很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 OK， 你继续唱啦，你继续唱啦。加马一首，反正有这个大红包，对不对？又可以换成马币回去做皇帝开心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买田买地买几块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每天都出来赚了。没有，这个钱要存起来读大学。还读大学？我看你的脸应该是读不上的了。好啦，读得上啦，什么大学你们那边最厉害的？最厉害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应该是马大。马大。马大，我们这边也是很多。那大家的时候，马大就来聊马大，马国大学。对，我们排名第一名。其实我是真人部漏相，我其实伯伯也有 PhD。 OK，所以你可以唱多一首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那我想好奇给博一下啦，他这个红包你是自己收还是要给你的阿嬷抽去？我阿嬷没有抽。哦，你妈妈抽啦。啊，妈妈啦。啊，妈妈应该是差不多啦。还有抽，哎呦，连你妈妈应该是沉水扁的表妹龙影树哎。因为妈妈都是帮我收，然后呢，我所有的开销都是她出。啊，是是是，帮你收啦。有时候你可以收一点啊，18岁19岁要给收。要收私房钱，私房钱收在枕头下面呢。哦，不然你这样讲出来，他太烦了，我的头皮啊，收在床底下。 那我们正在饼干盒里面呢，留给那你加码一首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放原本的这个歌，也是我们一位大哥点唱的歌。哎呦，不错哦，《异乡人》。《异乡人》就是我们来宾点唱的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歌，继续点哦，希望你们大家都听歌听得开心哦。小酒哈，哎，尽量啉，尽量打，谢谢。